能抽出几期亚伯拉罕 gate？ 屁啦，怎么可能抽到亚伯拉罕？会超想要抽亚伯拉罕的哎、欸。哦，现在有亚伯拉罕可以抽哎、欸，很扯哎、欸。那我们等一下来抽抽看亚伯拉罕好了。你终于把33打通关了，我家园保卫超废的、欸，烂到爆炸。能不能一次破呢？那你阿伟哦，这么多人哦。欸、他们跑很快哎，叫他们冷静点好不好？哦，大军侵入，哎呦，感觉轻轻松松哦。哦，怎么还有一批？啊，还有，我想说简简单单啦，应该要破完了。就刚发现还有100多只，话说的太早啦。哇，有很多路障挡住他们的路。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！不愧是这个尼加军的盟主吧。轻轻松松，把我们的钻石开一开，应该够抽亚伯拉罕。我们就只有十抽的机会啊！究竟我们能不能十抽亚伯拉罕呢？开抽喽！哎，再招募5次，那我们可以抽1次10次跟一个保底哦，应该可以。来吧，该有的都有了，亚伯拉罕该来了吧？拉罕还是拉西，就看这一把。没错，没错啦，来吧，十抽喽！不要杰瑞德，不要杰瑞德，不要杰瑞德！究竟我是不是无法抽奖人呢？来吧 ！I got this。不要杰瑞德，究竟我是不是无法抽奖人呢？哦哇哦哇！是怎样啊？我觉得是不是有人在凑啊？是不是有人在闹啊？怎么又是你？哦，我看这个脸就想扁他，好想扁他哦！你还来第二个 ？Oh my Sony， 我真的要五星了呢！我真的要五星了，我的头好痛。你真棒呢，直抽就给我来2个杰瑞德，他只要再抽到一次，就五星了呢。哦哇哦，真的是哦哇哦哎！好，我们现在有1700，我们还可以再抽3次啊，那抽不到保底，加减抽咯。I got it。我还以为单抽要出奇迹了，你谁呀、啊？我怎么连他是谁我都不知道啊？我有抽过这人吗？我怎么完全对这人没印象啊？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，可怜，亚伯拉罕，可怜，好了，真棒。谢谢各位，我们今天抽完了，恭喜我们获得2只杰瑞德。谢谢各位啊，谢谢各位啊，2只杰瑞德，真棒啊！我们今天12、13抽啊，2只杰瑞德，我真棒，我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孩子呢，赚烂了，赚烂了，不再抽一只杰瑞德来凑五星吗？没有钻石了，好想哭哦，这个世界太难了，我真的太难。你看我抽到他一次可能要花这个4500钻或者是单抽嘛，但是大部分都是4500钻的时候抽到他，所以呢我已经不知道在他身上花了多少的钻石了。真的棒，怎么那么棒，他有成，我觉得他不是有机会，他是一定会成为我第一个五星的角色，我还没有任何一只就是有这么多的碎片，好像还没有，赞哦。